他也在挡我路，你以为我居然我歼灭功能弹打那么多，你以为我挡得住我吗？哎呦，六六六！那么凶凶，我歼灭功能作者呢？打得过我作者？原来是作者大大，是作者大大。骗人！我记得作者是一个 Waterman。原来有心结啊！感谢，我决定要当间谍了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自己人。你知道现在铁稿在我手上吗？不要这样，你赶快换钱给大家，换稿给大家。因为有铁杆，挂掉。来找他们其他人。哇，很多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真的很多。对，他们家真的很多。每个地方都有在挖，直升机、树、帐篷跟那个。你可以说在我们这边吗？对啊，可能他们那边都被挖掉了，对吧？太扯了吧？不过他们都没有办法赚那个啦。我就这样看着白蚁在做事。对，我们家都渐渐被掏空。可是我记得直升机有一些零件是不能用镐挖掉的、啊，不是？大概两有一些吧。对啊，它要炸弹。嗯，这个路也太下面了吧？他们到底在干嘛？他们有些路好，啊、留一点给我啊！好诡异哦。嗯，没关系的，应该就挖到了。他进步520嘞，好扯哦！赶快换镐给大家、啊、你。好好好，我要镐子。情不自禁啊！你先把一个稿子给别人，然后你上来换稿啊！你现在丢给一个人，阿比给你，阿比给你，记得不要把钱丢给间谍啊！哦，没有间谍，谢谢啊！以后阿比给钱都会很开心的。蓝队的一个下去喽，蓝队一个下去喽，哪里想下去挖黄金喽？蓝队的一个，阿比要填平啊！哦，阿比哦，不要生气气了。生气了啦！生气了啦！看起来很丑，应该我在有十秒了啦！揍你哦！他在干嘛啦？这猫咪他就乱填、喔，这猫咪很坏哦、喔！你看猫咪很坏是怎么一回事？坏猫咪，坏猫咪！怎么有人挖到这里就不见了、啊？我在一个超深的地方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们国王可能要死了、喔！为什么？哎、嗯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看到了啊！要么摔死，要么。不要啊！光我不要，光不要，光你在哪？光你不要想不开啊！来来来，领稿子，领稿子，领稿子，来来，光你怎么了？光你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他走了。哦，一定要打招呼，怎样啊？打招呼，不要紧张。那个猫很讨厌呢。他现在就一直想堵我啊！这个谁回头？这谁？什么什么？你在护？我有了，我有了。有了。在什么护顶？嗯，我自己都快挖到30了。不是不顶。啊。哦，我觉得怪怪的。哦。怪的。还有谁没搞？还有谁没搞？我没有稿子，可是我在跟猫咪缠斗中。那个猫咪死掉了吗？超奇怪的。好，对国王受到了伤害。缠斗啊！不是，它就在填我们的地洞哦。对啊。铁到后面，我觉得它这样有一点 copycat 哎。Kobe K， 太硬要了。因为我也是这样做啊。嘿嘿嘿，你有了啊？没有，你没有。他们现在大军压境，在阻止我砍树。阻止你砍树？大军出。他是在晃来晃去的意思吗？听到爆炸了。换了那个，哇！我操，他竟然换手弹阻止我，太逗了。还有谁？还有谁还没有搞？太看得起我了吧？时间快到了，中间。好，年份到了，他就想干嘛？年份到了，要不要加一下？20有了吗？没有，我是否要被埋起来？中间要那个是否被埋起来的哪一招？哎，我们的门被关起来了，没有被关。不要过来啦！哦哟，你不要过来，你过来我砍你哦！是不是那只猫？是那只猫？不是不是，另外一只。问一下我们的，我们的 Z 轴是正数嘛？对不对？哎 ，Z 轴。一种，对啊，对啊，你有点迷路。对，哎，有点迷路吗？中间要抢了，打这只猫，打那个猫在哪里？这只吗？那对，就是这个。等一下，不要再打我们家的东西啦！他又填进来了，我的世界奇观呢？对对对，是很讨厌。哎，中间要交给你们，我迷路了。我迷路了，别人在挖，我们这边到底该怎么处理？哎，中间，我需要支援，中间有很多人。很多人中间，中间还好，没有。中间我挖不到，我刚刚走错路了。哇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！那等他寄了。嗯，我再慢慢挖过去，可是有点远。
中间不能开两处吗？叫源不要生气气。哎、欸，有人来吗？有人来，我这三只哪里来啊？我迷失在他们的矿洞，他们矿洞太迷失了。中间用那个开战喽！我们有战士了吗？恨不得想要赶快打人，是不是？有了，挖掉，挖掉，挖掉了，挖掉了，挖掉了！六六六六六！六六六六六！我还杀掉一个哎、欸，拜托 ！Good good good！ 这是谁？这是团团。嗯，挖掉了吗？挖掉了，挖掉了，挖掉了！刚刚这里有一个，有成功了，成功了，真棒！挖掉了，真棒 ，nice！ 很惹人厌哎。真的，一直来这边不知道到底想干嘛。这都对啊，你不要全部都怪他们啦。没有啊，去别人那里意思哦。那个没有办法、啊，就是情不自禁啊。超奇怪的，我被打了啦！救命！你看我的钱，他们都没有钱啊，他们钱都在我身上啊。啊！我死！哇，好凶，他超凶的，好多钱啊！帮我捡捡东西，我在努力撑住中间。好，我在努力让他们没有钱。努力让他们没有钱。我在努力让软糖，我要怎么给你东西啊？我要死了，软糖，我要死了！软糖，我要死了！阿比，阿比，加油，阿比！撑下去！他直接重生，直接过来，所以东西被捡走了。哇！哇！代表你也在他们家，不是吗？没有啊，哦，他累个，那个他好累个，哦，哎呦，我地洞填起来，挖到那个臭阿比，你在我们家，我们家弟弟啊，你躲我们家弟弟，什么？我说你躲我们家弟弟不就好了？我在找下去的路。哎呦，嘿嘿，可以换个装备啊。他们到底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他们到底是吃了什么药啊？你要是要来一点吗？不管他客人什么都给我来一点啊！给来一点啊！来一点啊！可是我钱已经多到快要爆炸了。交易多少钱？钱多到快爆炸！八百块了，八百块了！概念呢？我帮你们换中介箱好了。不要我的！哎呦，我终于就是我的，这两瓶是我挖出来的。他继续换撰稿了，我要那我去换了。我终于可以出来了，我可以回家了。呀呼，抓到喽！阿比，你可以那个吗？什么？给我一些些绿宝石，我想换整套装。好，那21个都给你。在你后面。好，记得回来捡哦。还是你要等我？可是我没有铁稿。没关系，对，你刚刚有捡到稿子吗？没有，我刚刚死掉了。哦，我是下一块，下一个哦，好。谁缺钱？我上来，为什么一直卡？等一下，想吃宵夜。我，你自己有500块，你闭嘴。觉得饿。我穷的只剩下钱了。哇哦！哇，好有钱呐！我在箱子里放个4组。哇哇，这么夸张！有钱啊！间谍有钱啊！间谍不是我啊！不要啊！居然！为什么主人这样子啊？哎，被打！打回去啊！猫咪是怎样啊？哦，团团，你今天一直玩猫哎、欸，这就是玩游戏嘛哦。是玩猫还是被猫玩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了。Jerry 杀这么多人 ，Jerry 死掉了，通缉犯，立马通缉犯死掉了，瞬间就死掉了。这么对方也这么凶猛。好多好多钱哦，熊哥只剩下钱了，怎么可以这么穷呢？哎，有人跑进去了，有人跑进家里面了。什么？二楼，为什么要跑进？什么？是不是又是那个猫咪啊？我们来，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增加我们挖矿的效率。哦，哎，在我们家二楼，在我们家二楼。好，我来，救命救命！又是猫咪，又是你，生气。我弄疯我，不要来啊！就是跟着刚刚那个，然后他挖什么你就跟着他挖就对了。不要了，你们在干嘛、啊？没事。对啊，到底想干嘛？果然受到了伤害。我先讲没事哦。有，听到。没事，下雨啊。下雨。哇！
是异形。哦，没事啊，有人在。等一下，不要叫，不要叫，不要叫。是异形。你在打铁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是黄金。对啊。是黄金。你要不要先注意一下那只异形呢？拜拜。啊。再见。好了，他死了。哎呦。嗯，我以为要跟小鸡说拜拜了。干嘛？凶巴凶巴巴哎！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我觉得真的可以在一起了。垃圾，真的可以，可以了。垃圾，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你真的很严格，真的团团真的有点严格。我觉得这个严格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走，啊，你先吧。我觉得这个严格真的没什么关系。嗯，哎，要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蓝色进去了，二楼。哦，看到，这是不是猫咪耶、欸？哦，这只不是，这只换人了吗？换人了，做做看，一下猫咪一下哦。哦。哇！一下玩猫咪，一下玩人，还是团团你觉得可以？我觉得不行。团团你可以吃这个，可是如果当上猫咪可以，我觉得。感觉你像小正太耶。很疼，又很进去了，又来了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把巴西盖好。布布啊，不要咬绳子啊！布布啊，布布也想玩。布布啊，我们先要开视讯了。布布啊，说我也要玩，专门拍布布。还是说三十等哪能够冲到三十等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再冲啊！不是假的，可以给我一点点钱吗？还是他自己的，那不行，没钱，钱全部都是买经验的，我跟你讲哦、喔。我想也真的小雨啊呀！好啦，等等这边四十几块，好谢谢。哇，这个好施舍啊！哎、欸，你后面，大军压境。有人在扛我啊！手榴弹，箭矢箱子有两组，你们可以拿。好喂，哦，再来再去。谁碰他？蓝队的一个准备进来喽。哪里一楼二楼、欸、还是他下去了、啊、一楼还二楼上去了地下室下去了上来了、哦、进来了大门一楼我好烂哦、喔、啊你好烂你怎么会好烂我好烂杰瑞好可怜，到没事，年纪战吧，抽包就变绿宝石了，看到团就怕了，之前就会变绿宝石，啊变绿宝石回来没？哇，又没灵力了，哦，胸甲不见了，冲三十的好累啊，是他们胸甲，我们胸甲，他们，我清掉他们的灵力。亲他们的呢？都亲人家捏捏，我觉得这样不行啊！不行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这个影片就来严格被收音了，对严格要关，真的不行。等下影片就要被审核，那个不适合所有观众，怪怪的。广告。他们家这个门是怎么样啊？没事啊，我打通，可以。这个我好累哦。尖刺，哦，哎，这如果装备喷了会哭一辈子啊！真的，所以我装备，小心手榴弹，后面小鸡后面手榴弹，小心手榴弹，有没有手榴弹？阿比有没有钱？有，绝对死了，没事，救命啊！我身上有，里面还有钱，巨物，我身上也有巨物，什么东西？不好说，我们这很不好说啊，奇怪哦，对。你这个不讲清楚会引人误会啊！对啊，没有些事情大家自己心知肚明就好了。对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可以啊。可以。等下还有影片被审核了。对啊，我今天才去吃一副啊！不要这样。这里好美好，超风平浪静的，很美好，对呀、啊，我也很美好。遗失的美好，哎、欸欸，我才不要砸他，可恶！遗失的美好，咦，被砸了，哎、哦，哇、哦！如果。